面对配属等装备型号更多，指挥流程更加复杂的现状，如何快速形成作战能力，成为广西舰当前训练的重中之重。广西舰作为海军转型发展新质作战力量，承载着探索海上立体投重作战样式、提升两栖核心作战能力的重要使命。从驱逐舰来到两栖攻击舰，不仅仅是个人岗位的变化，更要面对武器装备的升级、作战样式的转变、作战对手的变化，急需更新作战理念，创新主训模式，加快人装合一，加速战斗力生成。这也是当前全舰官兵刻不容缓的使命与责任。随着人民海军转型发展快雨腾飞，两栖作战力量建设迎来快速发展，我们将不辱使命，不负重托，用好新装备，练好新技能，进一步加强远海投送、一体登陆等核心驱逐能力建设，坚决履行好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。